天好想要，天天都想要，要吃喝玩乐，要八卦内幕，要社会新闻，要解决问题。刘君耀下午两点非要不可。好，欢迎到你们再来说非要不可，我是在非要不可的刘君耀，说要要礼拜二接臂达人林瑞图在我们现场，水到利用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各位网络的朋友，大家好。好。上个礼拜呢，我跟林瑞图呢，我们把那个国营事业的这一个弊病呢，做一个几个啦，没有讲到全部啦，几个啊、哦，做一个导论而已嘛。所以导论双涨嘛，啊，所以咱来讲这個，先按中国石油甲台电先开多者。对，因为台电有诶员工甲中国石油员工有是做甲要死诶。对，但是因拢官拢无大。对，啊，再官大诶吼，拢无代志。嘿，啊，就我就甲你讲。贪少官小，绝对官。对，官大钱贪得多，绝对不会动他。是，这是台湾的特有现象。然后你今天马政府在这个已经又是下一任连任的一个阶段，一起头你可以直接大刀阔斧的去做嘛？所谓做什么呢？他没有包袱，没有包袱，你可以你要、为什么呢？你哦，把这些贪官呐、肥猫呐、抓起来，砍一砍，清一清，民众心里面会比较舒服一点。对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因为你那些人还在坐领高薪的人，然后呢，每一次说要采购的啦，像我们你上礼拜讲，投资什么查德40亿，投资菲律宾这边要盖电厂的11亿啦，这边几十亿，这边的几十亿，马来西亚现在要4000多亿啊，对不对？好，啊，你到处这样子弄的一个情况之下，我们会觉得很舍不得，在哪里？不是舍不得，不甘心呐、我们得去补那个洞。你涨我们的物价，物价不是就涨油跟电呢？油跟电一涨，所有通通涨。伊即卖是必行往涨价来剥削人民，来满足这贪官污吏。对，贪官污吏所造出来的这些洞，来弥补。啊，你不去检讨那个，去清理那个。不去把那个烂仓啊挖掉，烂仓不挖掉，它一直在破绽啊，对不对？会危害到生命嘛，对吧？什么叫壮士断腕？啊、你该砍就要砍嘛，对不对？咱两个人吼，你拼台糖，你会记得？迄、那个吴乃仁，你该拼还是？我知，不是，迄、那个咱在节目中无直接讲台糖代志，台糖代志无。对。贱卖国土80000几笔无，81257笔无。对。81257笔哦，各位听众朋友、网友、网络上朋友，你在猜哦。吴乃仁贱卖跟余正宪也贱卖，洪其昌、洪其昌，你知嘛？吼，知啊，还有破赢啊，伊做布洛卡，钱分嘞，连你的郑文灿，他老婆，那卖一笔土地，他老婆都可以抽100万。哦，对，有没有？对，我们看到那个会馆、那个证据金额什么，只有咱在节目中讲，讲了再判刑呢。对，是啊。啊，咱台湾敢真正落来安尼？好，所以咱安尼吼冒了去用狗，啊，佮主要佮吼，较早吼，我想讲我是足不值的。我咧讲陈水扁的时代哦，伊做台北市长的时候，我讲伊贪污，讲伊澳门开凿，啊，我安尼讲，我拢讲属实的。形势比人强啊！我出去用配糖配糯，迄亲像有迄个阿嬷啦，迄阮老阿嬷，阿配，怎啊个面上个配，安尼哦，配糖。你毋知影，许多讲这吼，伫咱节目中可能讲108摆啦，但是我当时有讲这個，我啦，我讲我的委屈了，你听听。但是你他的我是苦姐，啊，你的委屈了我，我都让你讲啊，我从来没有。制止过林瑞图啊！你不要再讲了，再讲了108次。我大概都跟你讲，因为哦，大家都不爱听啊。因为每一次听到的人哦不一样，所以说你在讲这个的时候呢，所以如果有听过108次的朋友哦，观众、听众朋友，请包涵，因为每一次我们都会让林瑞图讲。我是足感慨，因为他的感慨，他的感慨是真的。你看国光，我讲国光早起在台湾无到生存，无到去，一定爱去马来西亚。结果有去马来西亚无？有哦，有。我讲啥都一样无。有，拢有。啊，所以讲，但是拢爱我委屈10多年。啊，台湾来弄一空架，去敢若崩空嘞。好啦。啊，这财政赤字，他老祸于子孙，啊，咋拢唔听我讲？有。
哎、欸，说到药，我听你讲无，上届无，上届无，咱听众朋友，咱爱听街壁达人的吼，已经听听六七年啊。千金难买早知道，对，没错。千金难买早知影。好啦，六六七年来支持你的这听众朋友，你唔知偌济。每一个都喜欢听你在读讲，虽然他口齿不清，但是不要紧。那么我口齿不清，我是讲的较老风啦，我口齿不清，台湾国语啊。上个礼拜我们讲的是导论，对。这个礼拜呢，我希望你呢，像我们那时候在揭发卡达天然气采购的案子一样，最后得到监察院 的认知之后，还去汤河被五楼用吗？好，但是我讲，想该无你该代志给揭发出来。它就变成一个公文书了。嗯，啊，一年过，但对面在碳图集团过下158亿，啊，过下25亿，158亿乘以25，各位听众朋友、网络上朋友，你们拿起电钻机或拿起你们手机、嗯，自己在那个手机上有一个电钻机，那个、嗯、把它按一下，嗯、你去把它算看多少钱。对，这钱后摆是用不住起价，用伊个油电双涨啊来补。嗯好啦，你一定要咱大概算，啊，咱就甲算一下嘛，对不对？25年啊，是不是？25年啊，干那伊创价是上保守的158亿啦。是，好。啊，签25甲卡达买天然气买25年啊，3950亿。哎，各位，咱全国的台湾爱护台湾的这些朋友们。你们有3900多亿，哈、哦，还要付给陈水扁集团、哦，每年都158亿，每年一付158亿，这个就剥削。哦 ，OK。起码卡达要敢起价。哦，安尼，啊，所以讲我们的油气，我们的天然气就要一，人伊讲啊话好听咧，就要一直涨。人讲啊话好听咧，人讲天然气讲本来应该要起吼，中油讲要起报你53.22%啦，就起一半价啦，对，啊，因为吼、喔，伊就考量稳定民生物质的原则啊，哦，民生物价，嘿，仅在3%的价格调整权限内哦，涨价2.99%啦。正经听你放天灯，我实在有够、哦、有够红威红道的啦。哎、来，咱就讲者，好，来，啊，这个天然气连台电吼、喔，哦。那我这样，我有做分析表哈、哦，台电哦、喔、是家属哈。最大的用户啦，是，哎、哦，大家这样在居高不下的瓦斯会大喊抗议啊，甚至是今麦家里面自行采购，但是万一就禁止采购，因为咱已经甲卡拿买啊，啊，你讲万一有讲无，咱单水面起降签字讲，你今年会当分158亿，等于到六地下地。哎，我不懂哦，因为你当过立法委员哦，我请教你，像我们这个跟人家签约的约，对不对？不能会约啊？为什么不行？如果说我们国内，我们国内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国内因为查出这个人，国内可以。我跟你讲，他们有一个石油组织，如果你跟哪一个石油组织签约以后，签约营业哪点就不明文了，就那那迄个无，迄个什么壳无，皇家无，皇家石油公司，西班牙皇家石油公司，北海。英国北海石油壳牌无加无，因加烧了，因弄者石油组织天然气，啊对了嘞，你若签约嘞，对，你无照这约行，拜人就拢卖变。啊，不要紧，我问你，啊，咱台湾车袂，我问你，我照行，我甲因国外迄个这石油组织照行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他要给陈水扁，他们这些但是陈水扁就巧的呀，那我不能，158亿是。不是中国石油去介绍吗？伊即摆是叫阮龙甲三井，日本的阮龙跟三井。嗯，你知阿扁啊，有迄阵有300几亿的台票，你放伫三井自由银行。嗯，你会记得未？我会记得。啊，三井，我听听众朋友未记得，你莫阁讲我讲一摆，讲几摆，我这已经讲200多摆啊。哦。哦。你家己有储蓄就好啊。啊，遐钱要怎去？安怎？所以意思话特别大。这钱就是中国石油，伊用中国石油的，诶，就去甲卡达采购。嗯。伊钱就是爱回去哦。日本三井住友银行。所以意思讲，咱即马。所以陈水扁遐今年唔是300几亿尔，已经搁乘以两个158亿。哦。搁加300亿。
啊，所以迄个钱就是一定后摆，逐年逐年拢对啊去，对。拢啊对日本去。咱这边咱借来就袂当啊。啊，金美玲你啊过桥啊。你的意思是安尼？咱较早国色顾问金美玲你袂记的，你啊过桥你哪安尼？无啦，啊，我意思，我听众朋友应该可能跟我一样啊。啊，我们这么无奈哦，我们只能无奈而已嘛。弱国无外交啊，哎呦，咱台湾是孤雕来搭孤木搞尔。啊，佫有啥啊？孤雕来搭孤木搞了，你等于咱台湾足强的哦，夜郎自大。嗯。咱台湾是挖球球豆，挖几条死猪母的。挖球球豆，挖几条死猪母，你听有无啦？有啦，有啦，听有啦，听有啦。我刚甲阮某讲讲，我前头讲迄个一句话，有时候够得力的。啥物话？啥物话？困破三领笑，恁某的心思你也抓袂到。困破三领笑，抓某的心思嘛也袂到啦。对对对，真实在是这个是非常有道理的哦。嗯。所以讲你即摆你讲啥物刀挖挖边？挖墙墙刀。挖墙墙刀嘛哦。挖低条死字母。哦。看偌衰啊！是是是。咱台湾人去学这贪官污吏，不甲咱衰到要害伊。咱台湾出国，咱有尊严无？现在敢若较无啦，现在较无尊严，现在上有尊严的中国大陆啊，要找人安尼一笔钱拢用赚的。咱台湾人这毋是钱去做人，你看人迄美国人吼，因欧洲现在较重看日本人，你看人迄去甲所有美国英语国家，人拢有写什么英语来日文，佮袂写中文。起码是有啊，越来越多。中国大陆的崛起，但是写简体的，你知道不？有，没有写繁体哦，是写简体。哦，啊，我问你一下，你天然瓦斯，天然瓦斯，你羊毛出在羊身上，你陈水扁要贪污的钱，好，卡达讲好啊，反正卡达共和国，这块嘛算荷兰国家，对不？荷蘭俱樂部，你未記得我較早你講咱串到搞荷蘭俱樂部，荷蘭俱樂部，迄個國家的名吼，有迄長啊二十八字的，英文字母嘛才二十六字尔，迄長啊二十八字，啊有的迄個啦，迄個太平洋即馬是要滅掉啊，你知道迄個國家無？你講哪最漲潮的時候？漲潮剩二十八平方公里，啊啦，退潮时候才比较大一点，才五十几。哦，希望国家啊，有的是退党，即摆退党上党来做工。所以伊摆来咱党访问的，有接触肥的，迄个，佮到尾佮过当年都毋是啊，因为伊是无够，无够大块啦，有一变过鼻卡，对不对？无够大块嘛。我这毋是讲，听众朋友到网络上讲笑话啦，我这是讲事实。咱台湾创高了搞荷兰俱乐部，你看外交部来办酒会，那安尼，那规间暗搓搓安尼，电话那迄个吼，那只要拍到微光啊，拢看无人，你也看无人啊，奇怪嘞，咱请遮侪人，咱拢规场拢，规场欧曼嘛，欧曼嘛，好啦，回到我们的正题，那这个好瓦斯，那瓦斯我问你。卡达这样子，我每一年还是要给158亿进贡给扁疆，每一年哦。对啊，这我冇改写啊，啊我这就我提出来啊。嗯。哟，伊个监察院哦，针对92年天然气采购案采购弊案，台德中油前董事长郭进财，总经理潘文远以及代理董事长陈宝郎，咱顶礼拜有讲啊无？哦，咱顶礼拜有讲啊。是，没错。陈宝郎在做啥？国光石化，对，就要卖马来西亚，歪甲松甲冲甲，哦，这拢陈水扁集团的。伊啊，来这一点就有啥？天然气的采购，吼，一下要卖方运送，一下要自行运送决策房屋。啊，中油为了自行运送天然气，办理四艘租船，如此政策先斩后奏。搞不了够，吼。台湾花钱租船，每天租金高达20万美金，结果产权竟属于日本。咱台湾个人重要。你准来买厝啦。你钱你找我啦。对。但是厝是别人咧住。你敢若有名伊的所有权，你也无法度收租。啊，这个就其实就不用讲，因为那你要贪污嘛，因为我想要贪污嘛，所以上权辱国啊。因为我要贪污啊，所以说你这钱
钱不是我的钱啊，哎、欸，徐导，你讲要买厝要啥？厝钱不是我的啊，所以讲我是代为管理的人，啊，我把钱给你，啊，你去 under table， 搁给我回扣，啊，这个正常的啊，因为我是中人尔，陈水扁他们家就这样子嘛，哦、所以说咱台湾甲卡达这个国家签约，咱要甲买天然气，啊，咱家己咱有中国造船，中国造船，啊，像咱咱买叫中国造船去，啊，啊是咱家己咱冇运输船，卡达你冇运输船，你要运到咱也拢买，啊，当然不买啊，啊，因为咱若互中国造船，我家己都乌死未掉啊嘛。欸啊，我讲我就爱甲你讲个清楚，咱今仔油电双涨是安怎双涨啊？是，哦，所以啊，你讲一工了25万美金，你甲算看卖，看偌济钱啊？剩咧158亿，卖阁算啊？陈水扁图一年会当分158亿，你阁啊算25万美金，看代表偌济，阁乘以365天呐、啊？对啊。你小甲算一下啦。方便啦，这都免算啊，大家家己去算吼。25万美金一工哦。哦。一天咱了25万美金一天哦，700几万，700多万台币嘛。那较早迄阵到22年的时候，700多万嘛，迄阵35块啊。哎，我这只我讲小拍无差两下，对不对？每个算到遐，一天750万呐、啊，吼、哦。啊，你乘以365天，看咱搁了偌济啊？是啊。啊，25年啊，各位啊，拜托恁小算过。没关系啊，但是呢。你安尼讲讲几波，咱即摆对于这个卡达天然气迄个造船的部分啊，下面有咱讲讲，结果他们现在还是每一年继续赚那个钱，对不对？对对，好啊啊，这样那过来特色陈水扁 哦，我实在我不是讲我跟陈水扁，各位啊，我有事仇啊，我不要紧啦，你有事仇嘛，不差、哦，因为他为非作歹，你讲他是应该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他今天呢、啊、是罪有应得。还谈什么特色？这是我讲的哦，这台面经过我的资料了，伊调查证实我讲的话哦。你今天替我讲话哦。今天呢，一定要讲新的东西出来，因为呢，我们每一条一条，因为上个礼拜我们就讲过概论了哈、哦。这个礼拜呢，我们呢一条一条。我就叫你一个微有较深的，每一条都给他讲清楚一点。哎，安尼大家知影讲，你今天呢、啊，中油台电，你凭什么涨？你这凭什么涨嘛？你如果今天自己里面的这么多的。俄罗斯这些所在都不去检讨，不去那个的话，我们干嘛让你涨价？真的是。进广告，广告就这样。好了，举办电台，我是刘俊耀，瘦要要，在我们现场是林瑞图 JB 达人，你好。你好。是。我们不好。我刚刚因为油电双涨了。对，然后我刚刚广告期间，我还在问林瑞图，我讲，我们都没辙哦，啊，讲安尼，特别讲咧，我讲开车的朋友哦，我开到怎中风怎去？怎气死？对不对？热死。啊，所以我们无解吗？啊，你有，你捌听有人佫讲就路见不平气死英人无？哦，啊，然后呢？伊慢就拢安当作英人啊。嗯。啊、你今仔我讲啊，我著顶礼拜我嘛甲你讲，我毋是要做官。嗯。你今仔互我公布一下，你用特色的先互我，我无爱佫出钱啊，我出钱佮足烦的。哦。你有当出钱，佮是你去安慰我尔。哦、我有够烦的啊！对啦，你应该出来选立法委员，哦、你这到我嘛，我头个拜会里面去讲，你国会有免责权呐、啊？哎、欸，议会有没有免责权？议会有什么免责权？可是议会层级太低。我以前接挖那个一个高等法院法官叫林富春，哎，富有的富，村庄的村，哎，但是大安公园，我个人拆除工做法官才无干净的，哎，还违反公务人员服务法，还佫甲粪扫乱倒，对。结果我咧讲出来，叫林富春甲告，哎、欸，结果即个法官甲判半年诶。哦，真的啊？你唔知，你咩在哦？我大家拢直球讲我甲他作用咁继续向前行吼，哦，哎、哦欸，我甲你讲，让你又觉得很，我常常去踩着西窟啦。对哦，啊，西窟啦上面甲我。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怎么忍心让林瑞图？一个人在承受这样子呢？我不是，我你想个了免责权嘛？我是历史使命，我懂。我这是有历史的使命，按、啊、你个人的宿命。路见不平，气死英人，英人是我。好啦，安尼你讲几条路、啊、我见不平，我的职业你嘛小甲改过。我你讲法官问我讲，啊，你职业什么？
被告。我看到还短票。这我跟你讲的啊。我讲你的职业被告。被告。哎，我问我职业被告啊。哎，然后法官。我光有这个行业吗？哦，反正算了，莫去讲。来，咱来讲这这故事。咱今仔个家属甲民生要甲咱去。对。甲台电，台电一年啊。甲中国石油采购亚速天然气，你才采购偌济钱？唔知，差不多要甲八百亿。安尼哦，要甲八百亿。哦，啊，我问你者，哦，八百亿，内底伊台电底下的成本含陈水扁因遐贪污，加起来因应该吼，伊三百亿就使卖掉，在国际市场三百亿就当卖掉啊。那五百亿是他是怎么运作？这五百亿，陈水扁要158走了嘛？嗯啊，但是他照比例，他是大概拿了100亿走了。对，哦，拿了100亿走了，那现在还不是400亿？对，啊，400亿马尔卡拉的人，对，啊嘛也靠这起这一挂高级顾问，嗯，啊，搁一挂这软投资的，那这样不是够吗？啊，那这样，这样这么干嘛还要再涨呢？哎，啊，这手赚了，这手。啊，这就给变成起价。嗯，那这样涨价是更没道理啊！啊你既然我今天要讲这道理哦，你听，嗯、你去金门啦，买家属啦，嗯，一趟九百，好、哦，你再加人八百八十块了，你加伊存偌济？是，加伊存680块。哇、哦，差到200块啊！基隆跟嘉义差一桶差200块，对，为什么？这什么道理啊？我不懂啊，我没问你啊。台北人有比较那个吗？我跟你讲完听，这款的政治什么政治？嗯，我今天我要分析这个你听。你讲，这是政策性的买票补助。你再讲详细一点。政策性买票，陈水扁的呢对南部的遐的百姓阵营政策性买票。艺术的一公、哦、国家补助的，所以他们难怪他们觉得，哎呦，你看我们，你，我讲啥，所有中国石油公司，所有炼油厂，所有迄条、迄个油气，嗯，吼，台北是拢超公平上大，拢是台北，台北家人一桶啊八啊倍，嗯，是安那，迄、那个嘉义则袂，则一桶剩啊倍，嗯。不是啊，按、啊、你说政策买票，对，可是现在政府补助，嘉义县政府补助出来，嗯，啊，这个到现在还是行之有年吗？行之有年，要你要你走，好，啊，那这个怎么样？这个不能改，这个马英九是笨呐、啊，哎，那不然呢？马英九应该怎么样？嗯，这取消掉啊，取消掉，啊，马英九听到吗？希望他有听到了哦。哎、欸，你要公平啊！这个事情，咱没有陈水扁因这集团的 A， 咱嘛下了，大家变成较公平。嗯，你家己一趟哪下赔？你台北市边啊赔啊赔？嗯，亚速呢？嗯，不是菜呢？嗯哼哼，产地价可能菜会较俗。嗯，但是亚速进入还是公平的价格呢？哎、欸，那油跟电呢？嗯，油跟电南北有差异吗？南北没有差异，南北没有差异，只有瓦斯，瓦斯有差异、啊，南北有差异。啊，因为伊那家属因无倒从自来瓦斯嘛，哦，家伊那无倒弄自来瓦斯，现在无倒，自然瓦斯、天然瓦斯就天然瓦斯就牵管线而已、啊。天然还是量不够大，伊量根本就无够大，你看那家属讲八成，他有迄有，肯讲八成还出钱诶。哦。你买厝，你拢唔知道，啊，你食米唔知米价啊，安尼我才要搁你，你干那这个投票？你买厝，恁兜自来瓦斯啊，吼，肯讲家己出来啊？迄是恁买厝的人家己爱出钱的，建商要家己出头。哦，这我就不了解了，哦，这不了解，这算在你的购物成本里面呢？哦，是哦，啊，电话线就不是了，电话线主公线无，次公线有啊？真的吗？可是。装又该加一个安装费哦，真的、啊，因为我咱小北讲了中华电信啦，啊，中华电信吼，以后再讲啦，吼，来，你卖个啊，炒一百，起立给他炒一百位。哦，不是，因为你一直讲，我就一直想啊，对不对？好来，啊、所以，瓦斯会偷斤减两，你知道吗？
哎、欸，你怎样？咱的瓶子不？应该有不孝的。不是啦，嗯，我捌讲过啦。咱的都迄落分装瓦斯就几桶几桶。对哦。诶，几公斤的？几公斤嘛？吼、喔，伊那二十公斤的啦，十五公斤啦，有诶五。啊，搁有足桶的泡茶。再泡茶一罐嘞，下骹甲你加盐剂。在汤桶子里面。桶甲你加盐。桶里面。啊，伊迄桶也是中国石油在控制。中国石油公司在控制。啊，中国石油那真优秀啊！嗯，啊，中国石油，你若要甲申请汤啊，伊甲你规定讲甲四项哦，会使128公斤的，规项才会使放入128公斤的。哦，啊，128公斤，伊阁无定讲我都甲你补会补啊到。嗯，啊，128公斤唔得六桶尔。对啊。连20公斤都少六桶半尔。对啊，那有这少？啊，六桶半。啊，六三盘，你民众你叫，你才有法度。一下都用完你啊！咱这才准128公斤。这是规定的。哎，规定。啊，有20公斤，有15公斤的，好无？哎，一间卡四行，这大间，内面卡六桶，这规格才才放六桶的。啊，你伊那都这大间，伊都像咱这录音室这大间的，好无？啊，就才才放六桶尔。啊，中国就伊就是安那，伊要控制你。要控制你，啊，政府过来一个剥削，再叫人消防局起来抓。嗯，这个真是造成红包文化，各位造出来。哦，这个真是欧巴巴。我讲这个，各位听众朋友，有咱前两节节目，你也当增加吼，不是增加了，咱两个头中头人，咱三头中头人，很多的这个，真的，再加一百只八公斤的。哎呦，我这个好，进广告，广告之后呢，我们继续来听下听这个内情，因为我一直以为规间家数行都是瓦斯呢，不是哦，啊、这不是啊，不是哦，哎，进广告，广告继续聊，来，家数行足艰苦的，好，这边聊最后就要兽药药，这位达人刘念图在我们现场，许多六，哦，许多今天讲这些话起来，大家可能哦都没有用过，有些人没有用过。用过这个桶装的，因为大家现在都用天然瓦斯多。你若桶装较侪，电瓶较舒服吼，恁瓶盖较舒服，家己乌的哦，不是他们污钱的，这是中国石油跟那瓦斯公司把你污钱，因为一桶啊受因管制，来这家你放盐剂。可是，你若讲20公斤，你可能你才存到17公斤。安尼哦，可是哦，我们去看那个瓦斯行哦，规间拢桶啊，拢啊，所以拢无计。啊，迄拢无计。还无计。啊！你等六桶，只要就比如讲六桶就差不多。你咱一间安尼摆落就摆好啊嘛。就摆落六桶安尼。啊！伊啥在开只大间？啊！开只大间，这一桶啊。啊！伊迄落应付咱民众要叫加。啊！所以他们都是违规。啊！伊要请慢慢甲你送，哦，伊要做一摆慢慢甲你送。伊你若甲叫回，啊！伊要加速行，若要甲加速公司叫回，还是甲中国石油这边直营的叫回？哦，我就讲啊，啊！你，阮即摆欠货，伊敢无？伊六桶要甲你送嘛？你今仔叫三工后再来送。啊，所以啊，可是没有啊。我们一般消费者，你叫谁叫谁来啊？啊，消费者是甲家属行叫。是啊。家属行，敢甲家属公司叫呢？是啊，毋是啊。毋是啊。啊，所以讲家属行，你意思讲家属行拢通通是违规的超量。违规嘛，我做应付民生需求嘛。那然后因为违规。在被开罚单，我这官员这不晓管，无人罚单无开来啊。哦，安得听无？哦，来，我帮甲你开哦。啊，但是一个月可能开五张。啊。哦，五张我爱上缴嘛。好啦，一年开五张啦。啊，一年开五张，啊，其他一个月开五张，告诉我多了了。哦。这少数人是这样子吗？超过是可怜呢。真的哦。真的啊。这我第一次听到。我唔知，甲你讲官小贪少才会被关。哦。官大贪多就不会的，这逍遥自是法外的啦。好来，那这样子是什么？是我们连这个瓦斯，我们的民生啊再来两个村基瓦斯，我陈俊明矿工，不是蛮久矿工啊，不，像这种法条你要去突破，要去更改，你只包括你的瓦斯桶，你都要去做检查，这个被谁应丢？我开20公斤的钱，羊毛出在羊身上，我被豆兵供等了。本来瓦斯公司那个咱的中国石油讲吼，本来讲应该去53.22%，
对，哦，啊，即摆最近因为吼，咱稳定物价，所以咱吼、哦、以不超过3%为原则，咱去2.99%，2.99%，对，哦，八十台怀疑啦，但是在这个加烟机，你唔是佫赶快去要去53.2%？那我问你，那我们一般我们怎么知道它里面到底有没有？啊，我讲完这样，就告诉他啊，有一个重量的，迄落咱的度量衡标准，对。咱度量衡属秦始皇的，像从度量衡啊，咱台湾人敢袂晓讲到做度量衡。所以你的吼，恁家以前有亲人吼，有了，因为咱一寡即卖一寡噪音啊，一寡噪人啊，包括咱体重计就对了。咱有体重计，你甲找落去称看嘛。啊，你去查上网去查讲伊个桶啊标准是爱偌重。哦，你都看出来。所以当你的桶装瓦斯用完的时候。你去把那个空桶呢称一下，放在你的体重器上，然后看看它是多重啊，多重啊？你再查电脑，哎，啊，你有知啊？啊，你可以这样，你叫家属叫来的时阵哦，那个桶子呢，你先整个满的嘛，满的嘛，你称称看，称看连好，你称上去，公斤嘿，也许呢它是呢23公斤，假设了哈，哎，好，用完的时候呢，你再去称，照理说它应该是只有3公斤，对。对不对？对，结果他说可能也许是5公斤，不止3公斤、啊、不止3公斤，汤啊不止3公斤，那汤啊蛮重的、啊。所以那个汤啊，加你20公斤的加数，加数，啊你得掉，你自己扣掉，啊你得再那就。我该唱 NG 不？对不对？啊哪有嘞？有没啦？有就有没啦？哑巴吃黄连，还是来吹啉水头？吹完嘛无用，慢救了。啊，那个是等于是你讲最变相涨价了，然后是最。高最源头在控管的，哎呀，汤啊，汤啊，拢伊去控管的。到处行要去啊，申请讲要着2G、3G要离的。哎，哦，这有影，你也无讲哦，有影我无。啊，咱若使用天然瓦斯的咧，敢有这个问题？天然瓦斯我较无啊，不过天然瓦斯伊的气量不足。哎，这个。你到气量不足会安怎子呐？我唔知。噗噗噗，伊个点，个加速开去，噗噗，火没有完全燃烧。是。气量不足，那气量不足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啊，伊赶快过伊个帮他磅数的迄个表啊，哎，赶快有空气啊，哎，伊甲你灌空气伫内底啊，哦，啊，所以你就燃烧就你没有那么多的瓦斯过来就对了，但是你要多收一样的钱。咱各位家庭主妇们，吼，我讲你输啦，你也会亏一亏完嘞，哦，不，你别看人家那个就是加了空气啊。迄内底有甲你灌空气，迄就是艺术工，空气嘛才袂钱个啦。艺术，你若重油足厉害啦。意思就讲，你敢那原资。我重油的员工，咱来找一个话，你莫害我重油员工甲免死。重油有的是做甲要死，加油站的遐个人吼。那当然有啦，什么行业不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啊，拢赚都赚到去顶啦。好了，今天感谢水哥到我们现场，谢谢。